来看美国的太空总署昨公布的小行星贝鲁顶头出的土壤样本哦，吃土粉的成分有碳加水，会当来帮助科学家进一步来了解太阳系形成的原因，嘛来了解宇宙生命的源头。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公布收集到上大小行星贝鲁顶端的样本，在德州一个实验室检测当中，也是即马采集到，搁送到地球含碳量上大样本。Samples that contain abundant water in the form of hydrated clay minerals, and they contain carbon at nearly 5% carbon by weight, carbon being the central element of life, a far exceeding our goal of 60 grams.在七天前，奥塞瑞斯号采集进步登个地球，为贝努炸弹个样本，比俄罗斯非常完美个小行星样本。科学家表示，有一种理论认为，同款贝努含碳量有机物含水个小行星，差不多伫40亿亿年前，正做上初形成地球中个元素，可能就是咱个海洋个克隆生命所需要一挂化合物。贝努样本会用来验证这理论。Earth is a habitable world that we have oceans and lakes and rivers andRain is because these clay minerals, like minerals like the ones we're seeing from Bennu. 目前科学家发现样本量超出预期，可能有250克，但过也需要几啊天才能确定。那全部提取会将其中一部分提供予全世界研究人员来研究。公司新闻，吴文玲编辑。